哦，王船就放在大厂里面，到时候村民信徒用大绳子拉出来，他到前方的空地啊，哦，还有重要官员都会一起参加。哦，你看他五色旗，代表那个五线，五色旗帜代表五线，绿的木，黄的金，哎，红的红，哎，黑的，那怎么好像是蓝的？是水，白的是金。